走到海洋公園的標誌咯。係啊係啊係啊，琪琪就快到海洋公園啦。琪琪，你聽唔聽到我叫你㗎？琪琪，阿哥叫你啊。乜話？琪琪，你咁樣聽音樂，遲早會變做貝多芬啊。貝多芬唔好咩？偉大嘅音樂家喎。我唔係話你會成為音樂家喎，我係話你好似貝多芬咁聾咗隻耳仔咋。媽咪啊，阿哥就嚟喎。其實阿哥唔係亂噏噶，你知唔知啊？聽我問開到咁大聲，會對耳朵造成永久性損害㗎。有冇咁嚴重啊？傻女，唔通阿媽會呃你咩？喂，到啦，仲唔落車？係啊係啊。快住講。跟住我哋去边啊？睇佢玩到咁攰啊，不如睇表演啦，好嘛？好啊！顺便可以坐度休息下。表演精唔精彩啊？简直冇得弹啊！啲海豚同埋杀人鲸好得意啊，又识唱歌，又识同佢讲拜拜。佢哋嘅身手真系一流啊，又识跳水，又识打滑头，好似啊！系啊，海豚佢哋唔单止得意同埋身手敏捷，佢哋仲可以有好叻噶。仲有咩叻啊？嗱，喺动物中，佢哋系顺风耳，听觉好灵敏噶。唔通仲叻过我哋？叻得多啦！其实好多动物，佢哋嘅听觉都比我哋人类灵敏好多噶。
有啲動物嘅耳朵好大，好多我哋聽唔到嘅聲音，佢哋都聽得到噶。佢哋仲可以喐耳朵去追蹤聲音嘅來源。你哋嘅耳仔喐唔喐得？我知道我得。咪亂笠啦！嗰次去飲啊，佢話食到耳仔都喐埋啊！你激死啊！爹哋啊，點解我哋耳仔可以聽到聲音嘅？我哋嘅耳朵是由外耳、中耳和内耳组成的。我们所见到的耳朵其实应该称为耳壳，再加上外听道和耳膜，就组成了外耳。中耳主要是由三块小听骨组成的，内耳似一只蜗牛背上的硬壳，里面充满液体。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其实是一些肉眼看不到的音波，音波由耳壳收集，然后进入外耳道，跟住震动耳膜，耳膜跟住就将震荡传达到中耳的小听骨，再传到充满液体的内耳。连接内耳的神经系统会将音波传达到脑部，再转为我们听得到的声音。如果我们有良好的听觉，我们就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例如优美的音乐、大自然各种美妙的声响等等。耳朵亦都系动物嘅危险警报器。哎，走啦！以人类嚟讲，耳朵嘅主要功能咧就系听到人哋讲说话，以便互相沟通啊嘛。而有啲人嘅工作更要依赖听觉嚟进行嘅，例如音乐家、电话接线生、音响控制员等。哦，原来我哋耳仔系咁有用嘅。系啊，我哋嘅耳仔除咗听声音之外咧，仲有一种用途嘅噃。我知，系帮我哋戴眼镜嘅。唔系啊嘛？咩唔系啊？你睇爹哋，如果你冇咗对耳仔啊，眼镜咪会跌咗嚟咯。我话耳仔另一个功用系嚟戴耳环嘅，如果妈咪冇咗对耳仔，佢啲靓耳环咪冇晒用啦。唔好乱噏啦，嗱我哋都坐咗咁耐啦，不如去玩机动游戏啊，玩完至话俾你哋知啊。好啊。快坐低唞下先啦。好。嗯，睇你哋喺玩到。点啊？好啲未啊？仲话玩底啊？其实啊，你哋转完一轮头晕眼花咧，都系同你哋嘅耳仔有关系嘅喎。系咩？系啊。嗱，其实我哋耳朵嘅另一项主要功能咧，就系帮助身体平衡嘅。我哋嘅内耳里边装有液体，当身体活动嘅时候，
液體流動，激發耳內神經，將位置變動的訊息傳到腦部。腦部如果感覺身體正在失去平衡，就會發出改變姿勢的命令，以便恢復平衡。剛才你們玩機動遊戲，轉完一輪之後，雖然身體已經停止轉動，但是耳內液體未能立即靜止下來，所以你們會有天旋地轉的感覺了。啊，原來耳仔除了可以使我們聽到音樂之外，還可以幫我們平衡身體的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保我們的耳朵，千萬不要使它受到傷害。生活在現代社會，噪音可以說是耳朵的最大敵人。聽到巨大聲響的時候，應該用雙手捂耳，避免耳膜受到太大的震盪。把口張開亦可以緩和耳膜所受到的壓力的。經常在嘈吵環境工作的人，應該戴上護耳罩或者耳塞，避免聽覺受損。我們更加不要自己製造噪音。音量开到咁大，既损害自己嘅听觉，亦骚扰别人，系绝对唔应该做。喂，你两个可唔可以细声啲啊？我听紧电话噶，听唔到啊！仲有啊，你哋千祈唔好打人哋嘅耳仔啊！如果伤害到耳膜，咁就听唔到嘢噶啦。我决定跟你们一块做节目，共度难关。用手指挖耳朵，亦可能损害到耳朵嘅喎。用牙签或者其他尖锐嘅物件嚟挖耳就更加危险啦，因为随时都会笃穿耳膜噶。洗头或者游水嘅时候，应该用棉花将耳仔塞好。如果走咗啲污糟水入去，就可能会引起发炎耳痛噶啦。如果有小昆虫入咗耳仔里面，千祈唔好乱咁撩啊，应该用灯或者电筒照射耳朵，利用光线吸引昆虫走翻出嚟。如果咁都唔得，就要睇医生噶啦。系啊，嗱，如果你哋耳仔有毛病，好似耳仔痛啦、流脓啦，或者严重嘅耳鸣咧，就即刻话俾我哋知，等爹哋妈咪同你睇医生啊嘛，千祈唔好自己乱嚟啊。Yes sir， 咪 yes 得咁口响住，琪琪你最中意撩耳仔噶啦，以后你就要戒啦。听到未啊，琪琪？阿健，你都要记住啊！我永冇撩耳仔嘅，但系啊，带亲你去游水啊，叫你戴耳塞，你梗系推三推四嘅。我以前年少无知，以后唔会噶。真系听话啊！一定。好啦，咁啊，等我带你水上游水，等你证明一下啦。好嘢，爹哋万岁！快啲啦，快啲啦！哎，爹哋，我哋去边度玩先啊？滑水梯度玩啦。好啊，走啦。咪住，未戴耳塞啊！唔该你。